各位好，欢迎来到大学问，我是河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宋阳。大学问是一个属于大师的舞台，在每期节目中我们都会请到一位嘉宾、一位教授、一位大师来到这个舞台上为大家传道授业解惑。那刚刚我提到了教授这个词，想必在2014年啊，我们对这个来自星星的那位都教授都已经看过太多、听过太多、追过太多。其实在我们的河北师范大学，我们也有一位当红的教授，他是来自诗歌那个星球的，他是谁呢？让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位教授。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陈超教授。老师你好。老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学问。在节目之前拿到了一个数据啊，这个是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数据，他说啊，这个对245名网友进行了一项调查，他说有35.1%的受访者读诗的经历仍然停留在10年、20年之前，就是您说的那个年代。然后呢，还有22.86%的受访者有几年都没有读过诗了，仅有不到半数的人呢，在几个月之内曾经读过诗。那么说坚持隔几天就读诗的这个比例啊，只占到了大概20%。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诗歌是不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生存的空间小了呢？你觉得？这个问题要看怎么看。就是作为一个文体的诗歌呢，它的那个读者确实是比以前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的这个兴趣都分散了啊，尤其是出现了网络影视的这种哈、大片什么的分散了。但是还有个变化可能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就是这个诗歌的幽灵化。就是诗歌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一定是作为文体出现的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广告啊，比如说会有这样的广告叫做人生就像一场旅行，在乎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和欣赏风景的心情。其实这就是诗。对，还有更精彩的，叫做明天的明天，你还会送我水晶之恋吗？粉红，爱你一生不变。明天的明天，你还会送我水晶之恋吗？谢谢谢谢。陈老师，你知道这个是个果冻的广告，但是它模仿的是朦胧诗的修辞方式，所以像幽灵一样渗透到生活深处。您说的这就太深奥了。你看陈老师刚才说幽灵化，各位注意啊，在你们身边可能就有诗歌的幽灵。我们把这个舞台交给我们的陈超教授，为我们带来一场关于诗歌的视听盛宴。好，谢谢陈老师，有请。刚才说到这个啊，诗歌的幽灵化实际上不仅仅体现在就是我们的这种，我刚才谈到了比如说资讯语言，都市广场的广告，包括微博。我本人跟诗歌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啊。那粉身碎骨以后整个文化也比较开进了，所以才开始读到了朦胧诗啊，这样的诗。所以呢，我是最早的那批啊，严格的说应该从79年开始，是中国最早的那批朦胧诗的感应者啊，这个反应非常鲜敏啊，非常及时，最早的一批感应者。当时在河北师大呢，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诗社，叫做新松诗社。不光是河北师大啊，当时还有当时叫河北医学院，还有铁道学院，还有化工学院啊，现在这个铁道学院、化工学院已经被并入了科大啊，还有河北教育学院的一些爱诗的同学。我们几乎每周五的晚上都要在一起讨论诗歌啊，当时就是争论这个朦胧诗啊，大家读不懂应该怎么办啊，我肯定是坚定地站在朦胧诗的这个立场上的。当时呢，学校对我们也很支持啊，学校的校团委、学生会、
给我们资金啊，所以在81年的时候啊，河北师大最早出的是一个油印的那个小册子，叫做《新松》。然后我们资金越来越多了啊，那个时候好像写诗这件事是一件非常神圣也非常严肃的事儿，所以81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了铅印的啊，你们到图书馆还可以看到铅印的崛起，这在全国啊都是非常少的啊，非常好。最近有这个收藏过去的那个民间刊物的啊，它就不是有正规刊号的，民间刊物的啊，有人要用800元来收购河北师大出的这个铅印的崛起，我都没卖给他啊，我还要等他再涨一涨价啊，这个啊，对你们年轻人也是这样啊，现在是一个奋斗的时代，但是奋斗不一定会带来奋斗的结果，对不对？奋斗本身就有价值，不要以为奋斗带来的那个实力可以兑换的物质利益或者钱才有价值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一个外国诗人叫帕斯啊，他写的就非常好啊，他写了一首诗叫《朦胧中感受的生活》啊，他是这样写的：在大海的黑夜里，穿梭的鱼儿就是闪电；在森林的黑夜里，翻飞的鸟儿就是闪电；在人体的黑夜里，粼粼的白骨就是闪电。世界，你一片黑暗，但生活，生活本身就是闪电。人要活得正，一辈子，对不对？要有品格，要有骨气，所以在人体的黑夜中，粼粼的白骨就是闪电，要站得正啊，要对得起良心啊，不要悲屈成欢啊，不要活得那么窝囊，也不要自暴自弃啊，就是说哪怕我们遇到的很多啊都是不如人意的东西啊，哪怕我们遇到的都是昏暗，但是没关系，去生活，去创造吧，啊，生活本身就是闪电，啊，你看一个非常渺小的、无助的，似乎是这样一个渺小而无助的事物，穿透了一个庞然大物，啊，诗歌给我们教育。然后毕了以后呢，就留校，留校任教。这个时候呢，正是中国这个现代诗啊，大家更喜欢用的名称叫朦胧诗啊，正是如火如荼啊，这个狼烟四起啊，正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吧。我呢就积极地投身了中国的现代诗运动啊，一方面写诗，一方面搞诗歌理论啊，搞诗歌研究。我当时啊自己还没有出版诗集啊，自己发表了一些诗，但是我自己也编好了我诗集啊，一本呢就是表达我对生存和生命的这种认识的诗集，叫做《柳叶刀》啊，这样一个诗集。还有一本呢是爱情诗啊，这是比较私密的啊，只写给一个人的啊，叫做《给西西》。我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比如说啊，几千人的那个诗歌朗诵会，当你朗诵完诗完了，就会被人疯狂的包围，甚至还会被人扔起来啊，当然还会被人接住啊，这样的，当时确实很感动啊，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诗人是兄弟，诗人之间呢，他们有一种，就是诗人有一个特殊的频道啊，一个特别柔韧的一个细腻的一个神经啊，他们彼此之间啊心有灵犀吧。当时诗人们啊，的确是那种来往非常的频繁，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写了一首好诗啊按耐不住啊，因为每个人写诗的时候都有一两个那个理想的读者，但是那个时候交通也很不方便啊，不像现在到北京很简单啊，当时到北京要坐5.5个小时火车，
有的时候就为这一首诗，我要到北京去，比如说找个朋友啊，比如说找林芒，比如说找北岛，去给他读这首诗，我就啊会买上火车票，坐那个绿色的那个叮当叮当叮当那种火车，满怀希望去北京找他。有的时候到北京，哎，正好还找不到他，然后晚上睡不着觉，不行，我喝出去了啊！当时花八九块钱就算喝出去了。我一定要给他打一个长途电话，啊，黑咕隆咚的在那小胡同里弄着小电话给他朗，也不管人家要不要睡觉啊，一定要把这首诗朗诵完啊，得到了对方的褒奖，说：“哎呦，陈超这首诗没说的，就是好。”这时候就觉得非常踏实，啊，看看星空，啊，就觉得啊。非常的美好，我也参与了那种诗歌论争，啊，写了很多很多文章，被称作第三代，就是朦胧诗之后的啊第三代诗人的主要发言人吧，啊，当时老有各地的那些朋友，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啊，背个那个破包，穿条破牛仔裤就来了啊，我叫某某某，先看我的诗，好，那我就先看你的诗。那个诗都很脏了，我相信他已经转了很多地方啊，拿出去跟这烙饼似的一卷儿，一看啊，这个诗行好，我请你喝酒，咱们定交了。当时我也不是很懂事啊，也就是比你们稍微大一点，一看这诗很臭，我说我对不起，啊，咱们没什么共同语言，啊，你该干嘛干嘛去吧，啊，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了啊，那个时候也很生硬。啊，现在老了以后，变得比较慈祥了啊。那个时候我也是有名的，有人把我叫做莽刺诗人批评家，就是毫不留情，毫不客气，啊，不行的一边稍息，好的就是马上就是，哥们儿没问题，啊，定交了，就是这样。所以八十年代那种狂热有它好的一面啊，其实也有它不太好的一面。就是他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特别偏执的东西，偏执的东西，就是把那个乌托邦的那个理想啊，包括词语本身的这种魔力啊，把它神圣化了，所以呢，有的时候会造成理想和现实的这种分裂。我的朋友现在很有名了，当时。我们都不太有名啊，现在他已经如日中天，已经排到中国诗歌众神谱中了啊，就是这个孩子啊，其实他严格的时候应该叫海子，他的这个笔名是他取的是那个高原上的湖泊，那个在干旱对不对，粗粝的土地中有一片湖泊，但是大家都叫他叫海子嘛，那么我也就从俗了啊，我也叫他叫孩子了。咱们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啊，他对我有很深的这种刺痛啊，也有很深的激励啊。他写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诗歌啊，但是他的诗人生涯却是悲痛的啊，或者说他的诗歌受益于他悲痛的诗人生涯，这是一个矛盾，一个悖论。孩子的好诗很多啊，其中有一首诗是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多年被选入这个中学课本啊，多年被选入中学课本，大家一起说一下这首诗叫什么呢？年华花开，春暖花开。好，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实际上不仅仅是一首光明的诗啊，应该说它还有光明后的凄凉。孩子心仪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他知道他达不到，
他够不着。所以这首诗你们注意啊，他从时态上来说，他老是一个未来，从明天起怎么怎么样，从明天起怎么，他是一直往后推的。就好像我说从明天起我要坚持晨练，我永远起不来啊。你要起今天就起来啊，我已经多次说我从明天起我要戒烟了，我要戒酒了，这都没用啊。所以这首诗它的复杂性在哪儿呢？它有光明有温暖，是他一个心愿，但是也有他的凄凉和无助啊。所以你看，首先从时态上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他把自己和他所祝愿啊祝愿所问候的那些对象分得很开。比如说他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啊，那么通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不是从明天起我要认同世俗价值啊，不是这样，而是他想把我最想说的话告诉他们，就是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要告诉他们。闪电是何其短暂啊，闪电不是生活的常态啊。然后他说啊，给每一座山啊，每一条河起一个温暖的名字啊，就是把我，不是把我融入对象，而是我来命名它。最后说陌生人啊，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啊。你看，愿你怎么样，这些我追求过但是我没有，最后使了一个啊，诗歌使了一个那个压强非常强大的或者非常有重量的词叫做尘世。同学们要想一想，与尘世对应的词有两个，一个是冥界，我们活着就叫尘世，对不对？那么不活就叫冥界。还有一个词，就是它指的是那个佛家所说的那个出家啊，佛家认为我们也是在尘世啊。所以愿你在尘世，他不说愿你在生活中，对不对啊？愿你怎么怎样，他说的是愿你在尘世。那么诗人所缄默的、所沉默的、所无言的东西全部压在了这儿，所以这首诗的压舱石是在这儿。所以我为什么我不只从光明的角度理解它啊？涉及到孩子的诗人生涯，因为写完这首诗三个月他就那个哈、啊、离世了，我们都知道，这就不用我说了。当时我是很悲痛的啊，作为好朋友我非常非常的悲痛，但是我也有点埋怨他啊，因为孩子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他们家有四五个孩子，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农民，然后业余时间会当那个裁缝，给那个村子里的人做衣服，他妈就是一个农民，他们家挺穷的其实啊，买不起化肥，买不起农药，那个别人家的庄稼长得都比他们家好，他弟弟到上高中都配不起一副眼镜。所以我真的也有点责备他，我说诗歌应该给人带来温暖啊，应该培养人的敏感性，那么你自己撒手而去啊，你置你的父母、你的弟弟妹妹于何处呢啊。其实我的内心很纠结，但是骨子里我还是，孩子是一个纯洁的纯真的人，我还是比较心疼他啊，比起我的另一个朋友他要好得多，你们都知道顾城，这两个人比起来，孩子的确还是纯真的啊，他把自己当做了诗歌的一个祭品，而顾城一定要拉上一个别人啊。总而言之啊，这些事使我反思啊，就是生活啊和诗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差不多我到30岁以后我已经很明确了啊，诗歌是一种积极的修行啊，是让你本人变得更大度更宽怀，而不应该是一个狭隘的自我迷恋的那个修行啊，那个修行修到极点是非常可怕的啊，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一个啊，建议大家读诗，我说过他是最好的朋友，最省时。你看你看一首诗五分钟就搞定了，对不对？你看一个小说你要耽误很多时间。诗是诗人那个燃烧的那个熔点最高的时候，他才把它拿出来。而且诗人呢还倾向于言简意赅啊，没有废话。比如说小说家他有爱情，他会啊，他描写爱情，他会描写这个女方啊怎么漂亮，怎么温柔，他怎么爱她啊，诗人一句话就解决了啊。诗人也不会说那种陈词滥调，说你像一朵红玫瑰，这个没用，完全是陈词滥调啊。诗人会这么说一句话，叫做你的美是月光下的庭院。你看一个人的美和月光下的庭院没有相似性，对不对？但是在内在的精神上，它比那个你是一朵红玫瑰更传神更到位。他会把四五百字的内容压缩到一句来表达。所以多读诗没坏处啊，无论是古典诗还是外国的诗啊，还是中国的啊新诗啊，都有很多那个精品啊，都是诗人灵魂中的奢栗啊，那个是最精彩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啊，诗歌是语言的艺术，那么今人他们的语言也进入了一种非常高远的层面啊。比如孩子写自己的痛苦啊，他会这样写，他说今夜花朵和羊群是岩石的伤口，岩石是一只鸽子的伤口，今夜99座雪山高出了天堂，使我彻夜难眠啊。你看他把他的痛苦连根拔起啊，全部道出了。所以诗歌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啊。就是说你读了这样的诗啊，你有了自己的感受，那么实际上你就活到了这个境界，你跟随倒不一定你自己去写啊。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我语言的边界才是我世界的边界。那么你对语言的领受，对语言的阅读，对不对？读到什么份上你就到什么份上。谢谢谢谢。我刚才啊跟大家开玩笑，我看那个来自星星的你里边有一些东西还是啊，对我来说还是挺有魅力的。我喜欢里边这个千颂伊，啊，我觉得这个人虽然基本上不太识字儿，是吧？但是这个人是一个率性的人，啊，是一个痛快的人，敢爱敢恨，敢哭敢笑，敢撒泼打滚，但是也有挚爱深情。啊，我觉得人活着，啊，应该活得本真一点。所以从精神气质上，我觉得他的这个人物的立意还是一个平民丫头。朱教授也很厉害啊，我也很喜欢他。有人说这个人不会演，没表情，没表情才是有表情。你要知道这哥们儿活了400多年了，阅尽人间春色，对不对？一切都也无风雨也无晴，对。而且对人还有点失望，因为他遇到了很多那个骗子，对不对？改不了坏毛病的什么这些，所以这个情他放不下，啊，他要闹清楚那个在那个时代啊，400年前的旧的那个是不是他，啊，当然最后他这个表演很有层次嘛，啊，差不多到一半以后，他的脸开始比较生动，但是啊，这两个我很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的。却是那个一直在追这个千颂伊，但是就没追上啊，挥金啊，哎呦，这孩子太好了啊，这人是一个最好的人，其实比都教授还好啊，这也是遗憾啊，人生有的就是这样，叫做有缘没份儿，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人也很棒。
关于这个有缘没份儿，这个席慕容台湾的诗人，你们都知道，也写过一首诗，叫做《一棵开花的树》，如何让我遇到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候，是不是？啊，为这我在佛前求了500年，愿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于是佛把我化成一棵树，长在你每天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我在看这个归经的时候，我闪电般的想到了，就像你们这么大时候读到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动人，非常动人，而且有足够的纯洁，也有足够的矜持，不是那破马张飞的啊，我爱你，今夜无人入睡，咱们来吧。这不是诗歌的语言，这是歌词，对不对？他很矜持，啊，换成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而且不是那种哈特别肤浅的，对不对？要慎重，对爱情慎重。你看归经就很慎重，对不对？阳光下慎重的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你看这写的多好，你看这个诗人写的这个非常细腻。我说过。诗歌可以培养你们的敏锐的感受力，这首诗要这么写就不对了啊！比如说，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朋友啊，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那不是啊，花朵是我掉地的心，等于说，哎，这是我的心。这个是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啊，走了，这个树才说，在它是对自己说的。明白吗？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这个朋友没听着，他也没有啊，他保持了必要的高贵，必要的矜持，这个也是需要的啊。然后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啊，那是我凋零的心。所以诗歌这种东西哈，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扩展我们的感受力，扩展我们的世界。从小的方面说，它能够触动到我们心中那些无法用散文的语言转述的那个最幽暗的，当然你要愿意说最优美的、最神秘的也可以啊。我喜欢用幽暗这样的词，那个角落，比如说你的美是月光下的庭院，无法用语法分析什么叫你的美。你难道不是一个红玫瑰，红红的脸蛋像苹果，两个眼睛像葡萄，什么这套陈词滥调啊？他要想把这个女孩的美，她的私密，她给我带来的整个灵魂的气氛，那个安静同时表达，她要把5句话比如说压缩到1句话里，那就是你的美是月光下的庭院就足够了。所以我们读诗的时候啊，要打开你的感官，要打开你的潜意识，要寻找那些直指人心的东西，不要用语法和所谓的理性去要求诗歌啊。如果用语法和理性去要求诗歌，那是最糟糕的读诗的态度啊。比如说古人会说啊，洛阳亲友啊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用不着分析啊，一颗心泡在冰冷的玉壶里，是这意思吗？不是，对不对？什么意思呢？你懂的，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好，谢谢啊。那我们再次热烈掌声。陈老师讲的真的非常的动情，我觉得通过陈老师的讲述，一定会有很多的同学们以及我们的电视观众。走进我们诗歌这个世界里，今天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学生代表，他们也有一肚子的话，还有很多问题想问您，跟您沟通一下。谁想提出第一个问题？好，这位男同学杨亚伟，情诗。哦，那个陈老师，我那个暗恋一个女孩子4年了，但是高中的时候碍于学业，一直就是没法说，但是我感觉现在到大学了，我想就是。告诉他我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今天您在场，能给我写一首情诗帮忙一下吗？你这个
这个我觉得你是在开玩笑，我怎么能给你写情诗？就是啊，帮我写一首。是这样啊，就是情诗，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过来说诗情啊。你爱一个女孩子，也不一定非要用分行的啊文字来表达啊，只要把自己的真心实意、真情实感写给她就好了，写一封信也可以啊，对不对？而且你爱一个人，不是只爱她的优点，你多么漂亮，学习多么好，对，爱一个人往往是爱她的全部，甚至包括她的一些怪癖和与众不同的地方，很有可能还是缺点呢，对不对？我觉得，情诗，如果你要对诗歌没有特殊的，这种啊训练的话，你就写情书就好了。但是这个情书不要用电脑写，也不要用手机写啊，因为那个没有这种感觉。对，你要用电脑写，就有点犯病，给人的感觉。你比如你用手机发短信说，让清风和明月带去我对你的爱，他也接到这样的短信，群发短信嘛，对你有病吗？是不是？所以你要写情书，情诗就免了吧。你要写情书的话，你就是用笔写，把你的真实对他真实的感受写出来，对，找到那种笔触啊，请坐。谢谢老师，祝你成功啊！谢谢。还有没有同学想问？哎，这位同学，陈学涛。那陈老师您好。你好。那今天听完你的演讲，我感触特别深。就是之前我很少读诗，不是因为我不去读，而是因为我发现我根本发现不了它的美。那今天听完您的演讲之后，我发现您在现场跟我们讲解了好几首诗，真的让我对它有另外一个认识。而且好几次我觉得我的眼眶都湿了，真的有几句话真的被您感动得特别深。那我据我的观察，我觉得像作为您这样的一个诗人，您的生活应该是简单、本真、充满诗意和美意的。那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当代大学生都是充满了浮躁，很少去读书和学习的。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什么样的大学生活应该是良好的大学生活？那第二个问题呢是，我的关键词是专业是不是等于事业呢？就是我们大学用四年时间，费这么多的时间来所学的专业，会不会将来一定就是我们将来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呢？就是学完了法律出来是不是一定要当律师？学完了播音主持是不是一定要出来当个主持人呢？这个您怎么看？好，这等于是两个问题，是吧？等于是两个问题。这个我先说第二个吧。好啊。其实整个这个大学这个理念哈，就看你怎么设置这个理念啊。就是大学主要我认为啊，从更深远的背景来看，大学应该培养文明而智慧的人啊，就是这个人本身啊，有比较粗糙啊、比较懵懂啊这样的人出来，他变成了一个文明、智慧啊这样的一个人，他这本身也是大学的目的。其次呢就是专业啊，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你以后这个安身立命的啊这样一个依靠，所以我认为只有同时考虑到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准确的理解啊专业和是就是和这种作为一个人的精神的这种修炼啊，我要干什么呀，做成一个什么段位的提高啊。其实国外的大学，特别是这个我也去过一些欧洲的，包括美国的、韩国的大学，他们主要也是立人啊，就是这个人从这个大学出来就不一样啊。比如说2011年的时候，我去韩国去的一个叫做梨花女子大学呀，全是美女啊，梨花女大，对对，他们请我去讲诗歌，都非常优雅。那个就是我当时他说你对我们学校有什么那个反应，我说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就是和别的学校不一样啊，当然我到别的学校也会说这个也不一样啊，他们很优雅啊。我觉得就是大学四年的时间，除了把你的专业学好以外，还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文明的、智慧的人，对，宽怀的人，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像陈老师这么深，这么这个有学术的描述啊。但是我原来大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你们上大学是要干嘛的呢？是要把自己熏出一身大学味儿。对，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个非常感兴趣，说得很到位。对，我觉得所以其实更多的是要学能力，学做人。对对对对，否则就成了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职业培训班了吗？那肯定是不对，是吧？好，谢谢老师。好，那么，咱们翻过头来再说第一个，什么样叫做良好的生活啊？啊，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良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词。我不喜欢幸福这个词，我觉得非常贪婪的人才会说，我怎么样才是幸福生活？孩子说得很好，幸福就是闪电啊，我们不能指望它。但是良好生活是可以做得到的。孟子啊，说过一句话，说得很好，什么是美呢？充实之谓美。良好生活就是我这四年过得很充实，我有我自己的目标，对不对？我有我自己稳定的志趣，啊，既是我的志向，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过好每一天啊，充实之谓美，啊，不要老谈什么幸福，我觉得是比较浅薄的一个词，啊，良好生活啊，你说的这个很好啊。比如说薛蟠的生活就不是良好的，虽然他一天啊，你们都看过《红楼梦》，对不对？一天打麻将。喝酒找女孩，但是那是良好生活吗？不是，对不对？所以良好生活不一定等于幸福生活。贾宝玉也不幸福，林黛玉也不幸福啊，但是他们心有所念，他牵挂着一个东西，充实就很好了。让我们为充实这个词鼓掌。谢谢老师。谢谢。好，谢谢江这个问题啊。接下来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好，这位文心同学。陈老师您好。你好。我一看到诗歌呢，第一个想的问题就是咱们的那个核心命题，因为有很多人都说呀，咱们每个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当中都会有一个核心命题。那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孩子，他在诗歌当中呢经常会出现，比如说麦田、阳光、母亲等词汇。再比如说汪峰，他唱的歌呢经常包括生命，痛苦、困难，这高频词汇。对，然后在您的诗歌当中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然后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有没有在偏爱哪些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词儿啊，或者怎么哪个句子，什么样的句子？这个可能跟我的那个年龄不同的阶段啊，心智的发展成长，就是随着这个会变化嘛。我青年时代我爱用火焰，什么飞翔，什么海啊，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我用的更多的是林子、树林，啊，黄昏，星空，啊，这样的词，可能它和这个人的内心的那个不同的心境啊，这个是有关系的。可能我现在更喜欢那个比较宁静的那种感受嘛，就不是特别燥。我重读我的旧作，看我那两本诗集，我发现我40岁以前整个那个诗歌的那个语境往往是上午，和晚上，那会儿也很激烈，就像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二元对立，一根筋似的碰撞的比较多。但是我40岁以后，我更爱写下午和黄昏，比较暧昧的这个状态，去慢慢体会这个啊。还有最后一位同学，杜卫斌同学，他呢也是一位诗歌爱好者，今天也想跟陈老师去取经，他也想让您评价评价他的诗。我觉得这个心情就有点像刚才您演讲的时候说，您年轻的时候去见北岛啊，去见林芒老师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接下来就有请这个杜卫斌同学提出他的问题。陈老师您好。你好。我是名诗歌爱好者，我今天准备了首自己写的诗，就是想让您给评价一下。收获。六月的前夜，喂饱了麦子，准备杀戮。这一夜，刀斧嘶鸣，刃口嗜血。在这个悲壮的日子，
阿爷和黄牛一起病倒，无言的老木门吞吐奶奶和汤药，烛光亮得吃力，老烟锅闪了一夜，敲落了一夜的沉默。听着还不错，但是我是个外行，听听陈老师怎么说。这个诗，我应该这么说吧，你还是会写诗了，啊，不是你刚才说是一个爱好者，这已经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个艺术品，但是它不是那个很高的那个啊，入门了。对，但是它的确算是一个艺术品，我觉得这首诗最大的长处就是它赋予质感。我们都知道这个艺术这种东西啊，它不是笼统的表达一个感情，嗯，它一定要赋予质感，就是有它的鲜明性。所以你看他写的这些木门啊，这一闪一闪的烟锅啊，包括镰刀啊，包括麦子啊，喂饱了麦子，对，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非常鲜明的，而且很浓重的，像是那个后期印象派的那种画似的啊，整个那个笔触感，有点糙写的，但是这个糙呢，又不是一个简单的不会写啊，他就是追求这种糙的感觉，这种原始的这种生命力啊，有点像那个孩子早期写的那些，是不是喜欢孩子？是啊，有点像孩子85年左右写了一批这种兰州的麦子，什么羊皮筏子，什么三叔什么背着麦子回来了，如何说？还行，接着来。哎，我认为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谢谢老师，继续努力，各位同学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8位的学生代表带来自己这个想了很长时间的，在过程中啊想出的自己迸发出自己火花的一些问题。我们的陈老师是一位诗人，陈老师最后也会为大家带来一首自己的原创的诗歌的朗诵，请大家欣赏。谢谢。我一会儿要读的这首诗叫《风车》，啊，这首诗是写在我30岁的时候，啊，我今年已经55岁了，就30岁的时候，基本上还属于愤青阶段的我，啊，我那会儿也在理想和现实的纠结中，所以这首诗呢，看到那个风车啊，像十字架一样缓缓旋转的风车，我认为啊，它对应了某种诗人的命运。所以我在追问自己啊，我应该怎么办？好，风车，冥界的冠冕，行走但无踪迹，血液被狂风吹空，留下十字架的创伤。在冬夜，谁疼痛地把你仰望？谁的泪水像云阵中依稀的星光？